如果 sigma n 从1到15的 an 是等于6，那 sigma n 从1到15的 bn 是等于3，是求 sigma n 从1到15的括号2倍的 an 减掉3倍的 bn 加4括号的值为多少。好，那我们运用 sigma 的性质把这个要求的数拆开变成3个，所以写成 sigma n 从1到15的，好，第一个呢是2倍的 an， 再来减掉3倍的 bn， 所以我们就写减掉 sigma n 从1到15的3倍的 bn， 最后一个呢是加上 sigma n 从1到15的4。好，接着我们利用 sigma 的另外一个特性把系数呢都可以往前提，所以得到2倍的 sigma n 从1到15的 an 减掉3倍的 sigma n 从1到15的 bn 再加上 sigma n 从1到15的4。好，那接着呢n 从1到15的 sigma an 呢是因为我告诉我们是 6， 所以我们带进来2乘以6。再来 n 从1到15的 bn 的 sigma 呢题目告诉我们是 3， 所以减掉3乘以3。再来加上这边 n 从1到15，所以有15个 4， 所以我们加上15个 4。 好，那我们来做运算，2612减掉339再加上15乘上4呢是60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呢是63。